我这个是机箱是那个，就是第一款的黑色的那个啊，黑色机箱的那个，有两种，看有高有矮。OK，我留下长宽高就行了。这好比较呢。还有就底下那个轮子，那个是小轮子，那个是大轮子，所以那个看着高。机箱都，机壳子都原来一如样的，此。航空箱大小都一样的。好。哦，看哪里？还两个最宽的地方，54、55。55，好。那碰到地上为止。见啥我都拍视频，那就对了。55，135多少？135.几。那来算不一百到三十十六，六，一百三十六。好，136，好，还有一个宽度，这个应该会，宽度是，这个应该要，这边宽度它应该还加上这两面把手的，对，到时候再给它加一两公分，加个2公分应该差不多了，加个2公分差不多。对，行的话，这边的好，话你这一感面，觉，你为什么不反过来？数字打的多。那你反过来不行吗？对呀，你干啥？我们这边也给它反过来吗？干什么？我只要量这个尺寸就行了呀。你只要量这个尺寸就行了呀。行，要不倒地，倒地。不是这个尺子尺，这边量过。对呀，就这个意思，我就跟你说这个意思。65。好，给65，好，OK，然后这个量一下，那就除了高一点，什么都一样，应该是差不多吧，应该是一模一样，是63.几，64，64，好，实际上差不多，差不那你反一反，能不能又要量了？又要怎么量了？对，55，那一样的，就是高再看看高度。132，132，一三，那就比那个这比不是一三一那个135嘛，高3公分嘛，那里一三一，一三，相当4公分高度。这轮子，你们打开来看一下，好，轮子都有轮子，就是轮子大小区别，就是轮子大小区别了。对，你那个明显轮子大多了嘛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挺有意思的，轮子。可以的，差不多就好了。OK 的，知道里面什么内容就行了。等一下，往里面塞。我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现在留照片。好，可以了。